在开学前给年轻人一个高潮，那让年轻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在他们最喜欢的这个元素里面去做他们最大的创造，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哈啊，所以也非常感谢就是这一次可以就在台中市举办，而且是全亚洲第一个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动漫游戏跟那个音乐的结合的一个音乐季。这次无惧音乐季是全台湾第一次结合了 ACGIR 的元素的一个音乐季。那什么叫 ACGIR？ 其实是结合了五大特色，就是包括动画、漫画、游戏，然后 idol 还有摇滚。那这五大元素就是 ACGIR， 所以你会在这一次这两天的无惧音乐季当中看到这五种元素在整个文心森林公园里面跑来跑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包括一些动漫的天团，也会看到台湾跟国际一些摇滚乐的天团在这里大乱斗。那所以我们很欢迎在八月的这两天大家一起来文心森林公园参加无惧音乐季。那台中市政府这一次担任无惧音乐季的指导单位跟协办单位，我们非常开心，就是能够让这样子的活动是全部免费提供给市民来参与。